回答我。天黑了，你在哪里等我？在孤单的琴房，或大雪的操场。在夜深，在黑暗中做梦，你抓一枚萤火，说想做太阳。在人海光着脚追风，在角落温柔舔着伤口，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。那个你呀，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，别怕别怕别怕，勇敢的长大。重新拿起琴只是第一步，从今往后我会一直坚持下去。我说下课。你的棱角和锋芒，就当那是一段如有神助的时光吧。